这服务员什么态度啊？又喝酒了。啊、车我停好，看好了，奔驰，喝酒不能开车。又喝酒，赶紧给我进去。哎、这什么态度？服务员，麦克风给我拿来吧，唱首歌。你大半夜的唱什么歌？说上哪鬼混去了？你这什么服务态度？麦克风赶紧给我拿来。嗯、哎啊？你俩这麦克风这样的。啊，这咋还暴露我职业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站好！拜了拜了，你说我什么？你俩服务员什么态度？买单不唱？买单！你一共消费8888。啥？8888？嗯，这10000不用找了，这水挺好的。我不喜欢你，你长得有点像我老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看我身上有没有口红呀？没有。开门呐！说我讨厌，等你回来领啊！再送你一次钱。真是高手。